本文局原警积极查询内侧失踪人口，并与无名尸资料库逐一比对，发现辖区有一名73年是郭姓男子，失踪，于104年11月8日失踪了哈，而以身份系统中发现，在高雄市前定区两个提防消防分处，有一具男性浮尸，依据施工背景研判，该具无名尸为郭姓失踪男子的可能性非常大，所以建议尝试应用 DNA 检验比对，并建议家属采取口腔透析检体进行比对，以增加寻获的机会。基本上我们从各项资料研析分判了，就是从相关的健保或劳保资料，我们都查询没有任何资料，所以我们而且最主要就是在海边有发现一具浮尸，他靠近他家里面很近，所以我们从身份证系统当中才比对出来，跟他的体型特征相当接近，所以我们很强烈的建议家属应该应用这种方式，会比较有机会找到。